传统吴式太极剑64式全套动作示范。一、无极式；二、预备式；预备式共20动，其中包括胡子的揽雀尾、搂膝凹步、抱虎归山4个手。三。分剑七星，四上部遮膝，五翻身劈剑，六进步举膝，七卧虎当门，八倒挂金铃，九指当剑，十劈山夺剑，十一御林刺，十二浑身点，13沛公斩蛇，14翻身移斗，15猿猴梳背，16樵夫问柴，17单鞭锁喉，18溜阴三剑，19卧虎当门，20艄公摇橹，21顺水推舟，22眉中点翅，23反剪腕，24翻身劈剑，25玉女投针，26翻身连环挂，27迎门剑，28卧虎当门，29海底擒鳌，30陪星劈敌，31反手式，32进步摘剑，33左右提鞭，34落花带扫，35左右翻身劈剑，36抱月，37单鞭，38肘底提剑，39
海底捞月，四十左右横扫千军，四十一灵猫扑鼠，四十二蜻蜓点水，四十三狂风骤动，四十四老手执行，四十五云谋三五，四十六神女散花，四十七吊手摘星，四十八迎风赶尘，四十九吊剑结兰，五十左右过鱼，五十一伸手小云摸剑，五十二黄龙转身，五十三乌草毒蛇，五十四黄龙角尾，四五白蛇吐气，五十六云罩巫山，五十七李广射石，五十八赵月，五十九三鞭，六十乌龙卷尾，六十一吊子穿林，六十二农夫捉鼠，六十三乌挂连环，六十四和太极剑。